NewJeans 最新回归预告发布后，一集以意想不到的关联成为网络迷因热门话题。由于 NewJeans 的新歌歌名是 Super Shy， 让 K-pop 粉丝们立刻就联想起一集的名曲 Not Shy， 所以在转发 NewJeans 新歌回归消息时，海外粉丝都会附上一句，在一集里一天都待不了，用以凸显 Not Shy 和 Super Shy 极端的对比。意外的联动迷因梗也让网友们感到十分有趣，同时也再次带动了 Not Shy 和一集的关注度，也让 K-pop 粉丝们好奇是否这是公司宣传的策略，让喜爱 NewJeans 和一集的粉丝们都表示不要只是在歌名上玩梗，希望两团有合作舞台的机会啊。